是因为是辅助小科生。不会管他，手还是在身体上。那如果是，那我没有病，你不要病。不要病，是我一直不病。如果你偏不偏，你来帮我分析。现在两个厂没有来的，即使他们打了，他基本上都是打的。好，你可以拍，可以，可以，记住吧，好吧？这种顺不住，顺不住的话，因为那个带就已经损失，你还没有理性想我带不带给他的身体，这是不是这个偏偏这个不合理，因为这个情况，那这边就合理了。偏的，你那个手，你偏这边是对方在这边踩，对方在这边，乖，这边就合理了。而且这样，所以你还是左手偏，左手偏左边，还是这样偏，没有问题，完全你偏看清楚。可是它的结构逻辑几何。是不是因为你练好这个的话就很顺？你这个几何概念是不是这边才合理？那偏这边算了，那这边的几何就是偏这边才，偏这边才合理，好吧？偏这边还合理，偏这边还是怪怪的，那就协调偏会很少。象棋还会有那个将帅车马炮，围棋可以的，完全不是那颗棋的，他往里边把一个人才围起来，围起来，把黑点围起来，线点跟线跟面，啊，所以从来不是断了，必须的。心脏其实你就找到了一个什么不舒服的，然后他从运动口下的时候，心都压缩，其实就病了。你三十年把它结束完，第一跳结束三十年时间，
一直，我就一直在搞这个事情。嗯，我当时我没有被打，我左手也是，我被如果我电了，我这个本事，我这个正面直线中间，我绝壁半截的话，我是从那个一个正面，一个不正面的一个。我不能说你这个是错，所以我没有先说你这个是错的。可是你撑了两三年都没有黑了，就说黑一些试试看。哇！可是我在老大的话，让你骗，骗的同时我不大，这也是很轻的事，我一层一层的一环。我对这个事情很傻做，那如果你骗你就封一下。对，哎呀，不用蛇拿住也可以啊，这样子，对，这样反而他怎么样？这边顶住力，这边顶住力，他不是卡住了吗？卡住啊，现在就自己卡自己。那如果这边呢？啊，放到这边，我是怎么教你？啊，我跟你通常都是用这边。啊，对，那你呢？通常你就是先从这边，看，对，把握住。他没有完成效果出来，你就安全。他说：“哎，我可以，哎，我再考虑。”对，稍微对，我注意过什么情况，或者不清楚。那如果师傅，如果说他在我的，因为他因为对，啊，帮了你可能就绑，然后不绑就偏这边了。对呀，偏这边才合理啊。他就打不打我了？就正，他打到我，对对对。就找不到你了，你看你用哪一个手法？都可以，完全干面不要倒，它吃完全干面它吃到，你用番茄吃都不会烫，这个我个人讲，对，这个就算没有了，它不干脆，认真。哎，天生他长久无法达到你。对对，有没有？找了，你瞬间就会做方式。可是他这次会有动作，你比他快。你在空间。